汤家骅议员，主席，从前咧就有两位老友记，咁啊姑且叫一位叫甲，一位叫月。咁啊有一日咧，佢哋又相聚，咁啊甲就话：我最近去咗印度，见到一只好奇怪嘅动物，叫做大笨象。大笨象点咧？佢有长好长嘅鼻。有一隻很大的耳朵。那月呢就說，不是喔，我都有去過印度喔，我都見過大笨象喔，但大笨象是兩隻很大的耳朵和很長的鼻喔。那兩個人只是咬起來了。那最後他們說，不如我們一起去吧，我們是不是說同一樣東西呢？那甲和月一起就去印度了，就找到一隻大笨象了。那甲就說，嗱，你看看都話好似我咁講啦，係一個好長個鼻，兩隻好大耳朵啊嘛，呢個咪叫大笨象咯。大月就話：你有冇講錯啊？我咪即係我講嗰樣嘢咯，係兩隻好大嘅耳朵，一條好長個鼻。咁兩者咧，因此咧就打起交嚟，兩敗俱傷，從此就分開咗啦。我哋可能咧亦都因為呢個理由咧，就冇咗一國兩制。因為我睇好多同事嘅修訂，我覺得好奇怪啊。咩叫做繼續依循一國兩制基本法去維護香港法治啫？即係其實個分別喺邊咧？頭先我好留心聽阿盧偉國議員其實起身講嘅，其實大家都係講阿媽係女人，不過一個就話大笨象嗰條鼻緊要啲，嗰兩個大耳仔唔緊要嘅，一個就話大耳仔緊要啊，條鼻唔係咁緊要嘅。其實是不是很幼稚的爭拗呢？其實最終一國需要尊重兩制，兩制都要 需要尊重一國，是但一個說一國要行先，或者兩制要行先，而存有貶低另外那一半的意思呢，其實都是摧毀一國兩制。到最終因為大家各持己見，一個就是一國行先，一個就要兩制行先，結果一國兩制就破壞得蕩然無存了。主席，我講的故事其實跟今天的動議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原則上法治就是法治，有一國兩制當然是應該有法治，沒有一國兩制都應該有法治的，就算內地中國都應該有法治的，做不做得到或者不是应该我们现在在议事堂评论。但是这件事跟一国两制又是没什么关系的。那我们今天究竟是讨论了什么事呢，主席？我就觉得呢，郭榮鏗议员提出这个议案呢是有感而发，不过虽然他是非常含蓄，他的动议呢是完全没有提及到这个最近袁国强律政司司长提请释法这件事。但大家都知道我其实讲的是什么事。其实法治其中一个最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呢，不是只是人人要平等，而是政府要受法律的限制的规范。其实这个可能是法治在现今社会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环，亦都是所有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来的。如果个政府不接受法律，或者是以政治权宜去绕过法律的基本的要求或者原则，那这个政府就是破坏了法治。其实释法本身不会破坏法治的，因为释法是基本法里面所讲明的，基本法既然是香港的小宪法，就是我们的法律的一部分，就不会破坏法治。不过如果有人利用释法去达到政治目的，那就会破坏法治了。而破坏法治在回归以后的表表者就是董建华。我记得很清楚，主席，当年吴嘉玲案去终审庭的时候，李国能大法官问马道立，他代表政府，需不需要释法？马道立说不需要，
他想着赢紧的，结果输了。输完之后，董建华在欧洲回来，落飞机第一句说话说什么？这个判决对香港的破坏很大，我们承受不到，因为有160几万人会涌来香港。当然这个证实是政治方言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最大的破坏法治就是政府输打赢要，输了之后他去自行释法，完全不理158写什么。主席，现在呢所发生的事是似曾相识，现在是说几十万双非儿童涌来香港争奶粉、争学位、争福利金。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政治方言，但是今次的情况是比吴嘉玲案释法更差。为什么呢？吴嘉玲案假假地都说是有22条，22条讲的中港关系的，但是现在释法要求释法这件案件讲什么？讲的外佣啊，同中港关系有什么拉楞啊？主席，如果是没有拉楞的，你做什么要因为你政治目的是要推翻这个庄丰源案，所以你 要进行释法？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不在破坏法治，你是做什么事？不但是破坏法治，破坏一国两制，因为令到很多人对于一国两制究竟是一国行先还是两制行先呢，是有很大的分化。你的罪状是很高远的，我希望袁司长三思收回他要求執法的邀请的申请。